记得是我高中刚开学的第一个礼拜，我只听到是说，怎么好像有人在放重金属的音乐，很吵很吵很吵。他起来想要骂人的时候，就是一眼望过去，爸爸妈妈那个房间那就是整个都塌掉了。但我觉得我都已经就是整个都崩溃掉了。后来有一阵子很消沉啊，那我就说啊，就算来场地震走了也无所谓。他也怕你一蹶不振，我们会就是一个姐姐，我会关心我们，陪伴我们这样子。9/11至今20年了，父母亲那些还是会跑上来，但是我会选择去面对他。感谢儿童福利联盟，我现在很满意现在的生活。